没用多久，柳福已经把这个类我的简易捕蛇工具做得有模有样了。突然，他在一片草丛里似乎发现了什么。在山上找了一下午，除了一条死蛇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哎呀，抓这个，抓这个，这个，抓这个，抓这个，等着，这个板带干了。近几年来，水源村附近的蛇越来越多，所以时常会有一些毒蛇跑到村民的院子里。村民一旦处理不当，就会被毒蛇咬伤。所幸的是，柳福今天遇到的只是一条无毒蛇。好了，啥抓吗？用啥抓？用啥抓？用啥抓？抓了，抓了，抓上，好木了，抓到你们了，抓了，抓不到，抓不到，顺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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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第一次抓蛇嘛，拿这把工具抓蛇嘛，开心把它套住了，好，蛇又挣脱了，挣脱了吧，我一紧张嘛，就把它背拉过去，把它绳索拉进去了，拉进去的话，我再去勾，又没时间去勾，所以说只有没办法了，自己手也不会抓，只能让它跑了。父子俩拿了根烧火的铁棍，就到水田里去了。那个背底下它是吃我那个树饼，嗯，我那个树饼够，可以吗？啊。哎，过去你下了，哦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快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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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本想随便抓条水蛇应付儿子，可没想到，居然碰到了剧毒的银环蛇。这也让20年没有捕过蛇的老柳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银环蛇是大毒之蛇，毒液中含有2种神经毒素，被咬时不会感到疼痛。4到8个小时便能致人死亡。你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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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父亲告诉柳福，抓蛇最重要的是保持专注，万不能麻痹大意，让自己始终处于蛇的身后，设法分散蛇的注意力，然后看准时机控制蛇头。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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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了！嗯，对吗？一个头嘛，也蛮疼的。啊，好。一个小伢子，一般都跑。你这个北极熊，银发熊，真正的银发熊。你比起你那个老个长个的，对，不跑了2万年。你要是你那个体重长的，你不敢去，听见吗？比起头，你那个有点，你那个真把个长长，就不跑2万年。哎，好，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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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。老柳小心翼翼地把银环蛇放进袋子里，这次跟银环蛇的遭遇也让柳福感觉到父亲抓蛇确实已有些力不从心。即便如此，执着的柳福依然没有放弃的打算。虽不愿柳福冒险捕蛇，老柳还是给儿子推荐了一个村里当年的捕蛇高手，因为找一个技术高超的捕蛇老师能降低捕蛇时被咬的几率。丁叔的家原来就在水田旁边，
由于家里常被各种毒蛇骚扰，所以丁叔从小就练就了一身捕蛇的本事。42岁的他，现在是水源村最年轻的捕蛇高手。丁叔告诉柳福，他之所以自己上山没有找到蛇，是因为他选择了错误的时间。想要抓蛇，一定要先了解蛇的习性。由于蛇类是冷血动物，它们的活动受外界温度影响很大。蛇类活动较适宜的温度是20到30摄氏度之间。初夏的长乐镇天气炎热，只有在太阳落山之后才会有大量的蛇出来觅食。所以今天的这堂捕蛇课要等到天黑才能开始。啊，记得记得记得，哦，一点点一点点，一点点一点点，你这多查多少？对了对了，收了收了收了。好，那当然。好。喂，一点点行吗？喂，一点点，收了收。我就说晚上，如果是碰到毒蛇，你就千万不要去碰它。如果是晚上，如果是碰到无毒的蛇，你就可以先把脚一定力度适中，要不让它跑，要不能把它踩伤，要不能踩到它发怒嘛。发怒的话，它会到处乱咬，你就很难控制那条蛇了。你就轻轻的踩上去，控制它力度，不让它不要跑。它无毒的嘛，你就直接用手，控制它头部，慢慢的把它夹起来。对对对，跳得跳得了。厉害的动力司机要个分，哎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一点的做看，五住啊，用五的住，很怕不怕？五，你喜欢毛套个啦？毛套杆，用五的住呢？啥现在插那个脑壳啦？插脑壳我就上了，你插到脑壳啦？啊，做的在做到一个体正常一个脑壳上，你看看那我的上啊。不是啊，坐在坐的古代，嗯，坐的一个还把灯光啊这里头在养眼睛啊，都倒掉去了，嗯。你松山国家山你那个秘籍，国家山你的秘籍，啊，国家山一家山你秘籍，嗯，嗯，啊，你的，你在那哄他，嗯，你的小不打啊，不打，你上整毛棍吧，屋里啊。丁叔再三叮嘱柳福，晚上抓毒蛇是水源村捕蛇人的大忌，所以抓蛇之前一定要分清毒蛇和无毒蛇。一般毒蛇的头部多为三角形或身体有鲜艳花纹，而无毒蛇的头部呈椭圆形，尾部细长，体表花纹则不太明显。虽然一晚上抓了3条赤练蛇，但柳福最想抓的还是毒蛇。如果是牙套的小也是按照这做不按子上。牙套的小都不能这做，牙套的小你这也赶紧滚子，赶紧滚子进那个脑壳，看是打我镜子去进到脑壳，看是。镜子啊，我就扎着像人家国民的这个，或者这个工具金嘛，还有这个金虾个虾金。虾金是也得各个虾金，这是只是不爱动啊这，不爱动啊这。嗯。我是很努力，我放在国民的上面的。